我不是主张阳春白雪，贺者日重吗？既然他们需要，那我就来呗。40岁那个时候，我一直在寻找什么呢？什么是中国精神呢？什么是中国的意境？笔墨当水时代，我就随着这个时代。有意无意，你在画画的过程，也是自我修炼的。 人生和艺术，过去是两条线，越走走走走，变成了一条道。这里要有古人的精华，要体现今人的神采和文化。